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曹曦月是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陈毅，初次见面，眼睛好大，很漂亮。真的吗？我初次见面，有个礼物想送给你，我这个把你手伸出来。喂，这是个很严肃的撩妹吗？这是什么？戒指。对。你知道戴尾戒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是什么。亲热解毒，戴尾戒是单身的意思。亲热解毒，嗯，正好这天气又这么热，解解毒嘛。但是我肯定是不能戴你这个戒指，对吧？啊，那我们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准备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觉得就是，得第一次见面嘛。天哪，我有什么可以交换给你？哎，你不用送给我东西啊，你千万别送给我东西。我没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见面礼吧，糖。哦，糖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糖。这个大一点可以做小一点吗？对不对？大你可以坐小一点。哇塞，那走吧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啊、走吧。重吗？不重。哇。OK。哇，是他们。我们快来走，我们快点上去吧。